延禧攻略》的热播，乾隆皇帝与富察皇后的故事再次走红，帝后夫妻伉俪情深，历史上也是如此。而2004年出品的这部剧《少年宝亲王》却不是这么回事。弘历皇少祺氏有一位青梅竹马果戈和果云王艳氏，是弘历奶妈白姑姑的亲女儿，活泼漂亮，多情，不拘礼数，与弘历四兄妹又似情人。弘历的大小事情他都伸手管，而弘历也对果戈和心存爱慕，可是却有无数的阻隔让他们不能在一起。先是皇帝封他为果戈，将他嫁给所谓的清官，实际是贪官。母亲认为弘历是有家室的人，一再劝阻，二人身份悬殊，果人自己又不想挡了他的大好前程，而决定出家。不过结局，弘历在尼姑庵跪了三天三夜，果人还是回到了弘历的怀抱。该剧中的富察皇后叫富察容儿，张贝贝氏是宝亲王弘历的画妻，温柔婉约，识大体，深爱弘历，但对弘历的心却无可奈何。他安守本分，会吃醋，却喜怒不形于色。弘历与他相敬如宾，有时候也嫌他不懂撒娇。虽然弘历与果戈是官配，但弘历与富察容儿是原配，二人在一起的时候，果戈就会吃醋并出来阻挠，富察容儿大多时候默不作声。只有一次玉佩事件，这也符合历史上富察氏的贤惠大度。电视剧虽有戏说的成分，但果戈原型可能参考了乾隆妃子哲明皇贵妃，他雍正初年入仕为藩邸哥哥，